我们来开特罗大陆卡吧。大奖是幺二的唐山。我在某音上看了，你们猜有人卖多少钱？我去，10000，半年工资到手了。你懂个头啊，这叫有价无市，有人卖没人买。有人买啊，狗老板人傻钱多，以他的智商，只要我能开出来，再给他看这个售价，他保证把10000块往我手里塞。洗个手，话不多说，开一包。没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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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是些什么玩意儿，一毛钱都不值。好吧，下一包。没价没价没价，今天脸有点黑呀、我去，打脸。说完瞬间打脸。SHR 林蓉蓉，七宝琉璃中的小公主。某平台有人卖51张，我卖给狗老板700-100。继续。没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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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去，又来。SHR 胖子马红俊，凤凰武魂，又是100到手，再下一包。不会又是 SHR 吧？那我就回本了。不过我觉得有可能小五，又点小五，一秒回本啊！加一包，小五都有了，唐三还会远吗？啊，这是老年唐三，胡子有点多了，所以认不出来。下一包，哇，又送，我这开始赚钱了呀！弹幕白，这颜值，这身材，不去参加偶像练习生可惜了呀！继续，唐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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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白给，下一包，唐三，唐三，唐三，又白给，唐三，唐三，唐三，还是白给，这才是真实的暴率吧？我刚刚前面有点太欧了，没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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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根本不是真实的暴率，好吗？